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在外面上蹲式厕所，最好要注意是否对准洞口，否则很可能造成恶心命案。有网友在报废公社 PO 出厕所喷满屎的惨况，他希望凶手能够自己回去扫，不要将这些屎留给清洁人员。林姓网友 PO 出一张蹲式马桶内外都是屎的照片，疑似是上厕所的人拉肚子，不小心将大便喷得到处都是。网友追凶时不忘关心这名拉肚子的民众，请问这位仁兄菊花还好吗？最后他也希望凶手能自己回来，将这些屎清理干净，不要留给可怜的清洁人员。该 PO 为引起网友热烈回应，脚没被喷到吗？应该是快来不及，还没蹲下就喷了，应该蹲到一半屎就喷发了。我在荧幕面前都觉得这照片真臭，这喷溅范围估计还没蹲下就高空释放，这图片有味道，这喷到下半身都是了吧。